特地到高雄来参加他们的演出。是的，没错。然后这过程当中，你应该都有知道他们的表演的预演都很精彩，你应该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答应孩子们我会来看他们高雄的演出，所以我一定要到。OK， 好，谢谢夫人，谢谢。谢谢。夫人好，宝贝。哇，姐姐好，小燕姐姐好。我有看到你们练习的影片，好精彩哦。这边是丰荣国小的，丰荣国小小朋友都在里面。是是是。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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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你们好，哇，你们好漂亮哦！他们校长，谢谢你，辛苦你了，辛苦了，辛苦了。小燕阿姨也有这一件，我明天要穿。是。那个会不会紧张？好好表演。不会。不会哦，待会把最好的歌声展现出来哦。好。还有记得你的笑容哦，你的自信的笑容。好。哇，谢谢。老将和团的台柱，没有没有没有，太棒了！你看，不是阿美族、台湾族、布农族，给你猜，卑南族，好棒啊！对，好棒啊，孩子好棒啊！要不要唱一段给小燕阿姨听？这一百多位来自台东的孩子，他们穿越山林来到了港都。当山与海相遇，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且让音乐自己发声说话吧。我们来给他们一段港都海洋城市的热情掌声，欢迎这好山好水的好歌声。Thank you.
接下来是由我们小黄莺小朋友所带来的节目。等一下呢，大家会说一个说唱，一个小小的故事。节目当中，请大家不用拍手，好好的享受我们所有的故事音乐，让我们呢能够完整的呈现。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小黄莺的家长林一佳老师，他义务帮我们小黄莺伴奏，也谢谢他今天特别的陪我们一起彩排。那等一下呢，希望大家记住哦，歌曲当中不用拍手，但是结束之后请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现在请由我们的小黄莺带来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今晚的小黄莺演出。我的小黄莺，他们每天快乐的唱歌跳舞，嘹亮的歌声传遍了整个森林哦。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医院森林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位陌生人，他戴着漂亮的红色头巾，到处东张西望，看呀看，走啊走啊。哇，这里好漂亮哦，好多美丽的小黄莺们，这里是哪里呀？啊，小黄莺们你们好啊。你们好啊！哇，嗨！小黄莺们热情地跟陌生人打招呼，而且开心唱着欢迎歌。美丽的小黄莺们，你们的歌声好棒哦！可是，因为看到你们这么开心的样子，我突然想起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不知道在哪里，他们到底在哪里？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小黄莺们看到陌生人哭了起来，心里面感到非常的不舍。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好法子，决定唱一首勇气之歌来鼓励他。you
谢小黄莺们，你们的歌声让我充满了勇气，带给我的力量，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哇，音乐真的有神奇的魔力耶！陌生人难过的情绪被小黄莺们给疗愈了，音乐森林里面，森林里面又恢复了欢乐的气氛哟。
请不要觉得内疚，你们就睡吧。要记得起来拍拍手。
Thank you.
小，一起共赴萤火。Thank you.
来自台东市儿童合唱团，还有高雄市儿童合唱团精彩的演出。相信音乐就像人心中的一盏明灯，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勇气。音乐也像朋友一样，陪伴着我们欢喜，陪伴着我们忧伤。陪伴的力量无所不在，如影随形。今天晚上的音乐响宴，在此画下一个美丽的休止符。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与掌声，祝福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再会，拜拜。来，小朋友跟观众挥挥手，谢谢观众热情的掌声。
道台东的孩子天籁之音哦，但是今天可以在高雄市的文化中心看到我们台东县各个不同族群的孩子在一起合唱自己的主曲也好，台湾歌曲也好，世界民谣也好，每一首都是那样的充满自信，而且脸上带着欢乐的笑容，我真的看得很感动。我可以看到我们的音乐教育跟母语教育不仅是落实在他们的学校里头，更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让他们今天可以在高雄市有这样的演出，然后赢得满堂的喝彩，我相信对孩子的学习是一个很大的肯定，也要谢谢我们所有老师努力的付出，我们以台东的孩子为荣。